焦糖 QQ 双色圆。两位现在其实有点像古代那个在河边洗衣，很有像哦，有点在帮爸爸擦汗的感觉。炉子，保证学得会的。保证学得会的大厨菜，今天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呢来示范一道冰品都会点的焦糖 QQ 双色圆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我们的芋头，要把它蒸过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不管是地瓜也好，芋头也好，你蒸好的时候呢，那汤汁一定要把它滤干。这是玉米粉、sugar、太白粉，弄一点水，水就适量，对不对？适量，慢慢加，慢慢加。其实说这个名词是蛮疗愈的，但是挺累的。等一下还有地瓜。好，柯柯，你待会就来搓地瓜啦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我们这地瓜呢，就是像我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来，先搓，拔搓。你帮其他的老师师傅们都做这么好。对呀、啊。对啊。帮敲勇的都是笑眯眯的。啊、有了，有，都笑眯眯的，其实蛮好玩的啊，在家里就像带小孩一样。对啊，这时候很适合播一首歌的。对，我的家很可爱。哎，赶快，要这样子。对，要把搓。两位现在其实有点像古代那个在河边洗衣服。哎，也像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哦，要做成长条的。对，好，来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。不错哎，还有混色的嘞。很好，你做的非常非常的棒。好，这个我们把它做好之后，再撒一点点地瓜粉，再来啊，把它放到我们的冷冻，你要吃的时候再来煮就可以了。师傅来帮你擦个汗啊，哎，真辛苦你了啊，好感动，我有在帮爸爸擦汗的感觉。爸爸您辛苦了，爹。很像一家人。对啊。哎耶，是吧？真的很漂亮。好，来，滚水把它搁进来，哇，慢慢浮起来了，它其实很快哦。大概是我们五分钟左右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做我们的焦糖。好，慢慢炒融没关系。哇，好酷哦！好，来，糖少许。我玉米粉。好，来，完成。好，来，刚刚我把黑糖啊，把它倒下去，加这个我们刚做的焦糖。哇哇哇哦，它就不会粘在一起啦，对不对？哇。赞吧，那眼见为凭，大家试吃一下。炉子，小心修哦。对，那如果你要更 Q 呢，你要烫好的时候把它丢冰块，然后捞到冰块水里面，因为很烫啊。哎，讲话啊。太 Q 了，我觉得那这样子很好。刚刚那黑糖跟糖放下去没有很甜，但是很浓郁。有比九份好吃，这里我们今天啊为大家来做一个焦糖双色粉圆，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炉子，谢谢。那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YouTube 以及我们的料理一二三频道哦。那希望学什么料理，那我会在这料理一二三为大家来做个服务，谢谢大家。